几年前看过这么一篇科普文章，来自康奈迪克海里的牡蛎，在没有海的芝加哥，一个地下室的水族箱里，想象了一片并不存在的大海的节律。也许我们也是来自康奈迪克的牡蛎，在严格恪守的社交距离寻找大海，寻找潮起潮落的节律。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社交距离，美国人对沙滩夏日有着异常的执着。哎，我相信内陆的密歇根一定有超越字面意义的海，在还未被私人住宅或游客占用的湖边，在林中晃动的光丹里，或者藏在形单影只的人的想象里。